天睡美人好开心，因为你们知道吗？我要去城里玩了，呜呼！其实啊，平常我的 godmother 不太爱让我去城里啊，因为呢，她怕我会受到伤害。终于在我的恳求之下，她愿意让我出去走走了。哎，公车来了，我先走了。